没想到吧，刘探长，罗珊珊根本就不在我手里。二宝，动手。我们之前说好的，我不动手啊。造反呀你！我一枪打死你，信吗？快点！啊！怎么办？你啊！这就对了嘛！男人就不应该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杀个人算什么呀？好，再扔！怎么办？刘凡希，看到了吧？怎么样？跟我动！刘凡希，你也有今天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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